买票啊。感应感应。来来，可是我的，我的是全票。来。拿错，这个票给。这好像是一个，这看起来字有点懒。恐龙展，这个有在侏罗纪公园里面出现哦。哇塞，这虾米，沙漠异齿龙头骨，龙头骨哎，看这有多大，自己人啦。你看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一个好像想要吃这个东西，可是我还不太知道。Oh my god！ 你们看这个，侏罗纪公园里面有。对，超酷的。活在大海里。活在大海里，我觉得这边好像都是活在大海里的。Oh my god！ 啊，这个有一点酷哎。不是，都是龙。看这个，这好像那个。哦，包吗 ？Go GPS 你家里面那个偷藏品的，多人。来看这是什么化石？哦，哪边？三指龙哦。哇，这很像蘑菇哎，可是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这什么东西呀、感觉这边也有是。幻鱼龙，我是龙，这是化石，请问这是龙吗？这是蘑菇吧？这蘑菇哎，你们看上面这个，看上面这个，这好逼真哦，这样在动看这个，这一次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突破几万 like， 可是我们从没有几万 like， 最多就二十几个赞嘛，差不多是这样。生长型动物科学研究室，这是发现喜沙威。我们不知道水怪的存在。181/1821，2004年，
们想要这小米。结语，这看起来还蛮恐怖的，放大图片看一下的，看一下的脸，还蛮恐怖的。其实我有点恐惧。你再听听看。你听录录音啊，你听得到？哦，你再听听看。听上面那个。大家都说这样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为什么换个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这像一只石虎，而且会动的一只石虎。我觉得这种博物馆，他们就是要做的很逼真。这是什么？嗨，飞鼠。飞鼠是吗？我有点疑问。小乌龟，这是乌龟吗 ？Oh my god， 又是我的蛇了。你看，是不是蛇一大堆？而且这里少不了蛇。这个是那个什么动物吧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可是我属蛇，所以我叫有点怕蛇。可是大家都说，你属蛇，你应该不怕蛇啊。但我也完全不一样。有海马，好美哦！希望这一次可以突破100个按赞。这又是一个化石，这难道到底是？我觉得这很像那个狗会啃的那个骨头，有点好笑。看它的尾巴其实有点长，就有点让人难以置信。好像是，然后我们台北土鹰展示馆7月11号以后才能，这该怎么说才会开放？因为他现在好像在整修台北土鹰展示馆，对。而且我偷偷告诉你们，台北土鹰展示馆它已经有190年了。这是什么石？这是金，是金锦石吗？感觉有点花岗岩。按掉，我帮你拍照。看这个花岗岩，很美耶。郑成功。
去楼上，去楼上。哦，走楼梯，去楼上。哎，我们来到楼上，发现台湾。感觉没人呢，好恐怖哦。哎，这个他是哪里啊？哪里？哎。哎、欸，这很虚假，这根本看起来根本不像真的哎、欸。哦，我知道古代人好像都用这些笛子，其实哦，还以为可以摸到，这只好丑哦。不过也不能说丑，以前他们就是，哦这个习惯。哦，你看这颗有多大？里面有蝴蝶，里面竟然有蝴蝶，这是什么？造黄的哦。哎，古代人好像都用那个。小木啊，嗨，你好。哎，我知道这个东西，我记得好像以前那个海盗好像都会用那个。烟斗，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这是一个脱光光的眼睛。布农族、塞夏族，哎，泰雅族，看一下，泰雅族、塞夏族、布农族，然后这个族是什么族？台湾族，这是什么族啊？阿美族，这是什么？雅美跟族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族，感觉一直在动哎。全部刚才全部跨越，我觉得这里很酷哎，哇塞哎，这里是直接亮的，大声哦！哎，这些贝壳好美啊，你没有看你没有见过吗？这么美的贝壳，感觉有时候上面刻字。哎，怎么都有字？哎，这个真的好可爱哦 ！Oh my god， 这个也太大颗了。这个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过去。人家这是什么石啊？石之道，对啊，这很酷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天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字完全没有一个字看得懂。基隆啊，基隆。可是为什么它的字那么丑？他们是故意把它写丑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是以前的人完全不会写字。我跟你讲，我爸爸是个工厂，这有点像小孩子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灯哦，有灯哦，好赞哦！发现不到了，我们现在要到最后一层了。这里，阿飞，我不知道怎么在哪里。这里。